Music Box。Hello， 大家好，我是 Isaac。今天呢，要来介绍给大家一个非常实用也蛮常看到的一个字哦，那就是 Control。那 control 这个字呢，可以当作动词，也可以当作名词。那我们今天呢，就先从当动词开始哦。那 control 呢，当动词的话呢，它表示的意思呢，有命令啊，或者是控制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我们来造一个例句哦。You need to learn how to control your temper properly。你需要学习呢，适当的控制你自己的脾气。那今天如果 control 呢，当名词的话呢，也是可以当作有控制或者是掌握这样的一个意思。像是呢，其实我们蛮常看到一个片语叫做 be out of， 或者是 be beyond of control。那这个片语的意思呢，表示就是某件事情或者某个人失去控制这样的一个意思哦。For example, after the riot broke out in this city, the situation was out of， 或是 the situation was beyond control。在这个城市呢的这个暴动呢爆发后，整个事态呢就是已经失去控制了。那如果呢是在控制中的话呢，其实呢我们就可以用以下这个片语，那就是 be under control。 那我们来造一个例句哦。 It seems that the disease in this country is under control now。 似乎呢这个国家的疾病呢在现在呢已经获得控制了。那其实呢我们的电脑里面呢也有一个 control 键嘛，那其实电脑上的这个键盘的这个控制键呢，我们叫做 control key。好啦，那最后呢再介绍给大家一个片语，就是 in control。 那这个片语的意思呢，就是表示有掌握或者是掌控这样的一个意思。不过通常呢我们会用在当你的情绪有波动的时候，那这个片语可以要保持冷静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来造一个例句哦。I felt calm and in control after I talked with my best friend about my work pressure。 我在跟我的最好的朋友呢，就是聊完我的工作压力之后呢，我感到平静以及更有把握，就是去处理一些事情。好啦，那今天介绍给大家就是这个 control 当作动词以及当作名词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用法。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